我过一台，我过一台，我过一台，你们过来，我夹他，我夹他，我夹他，你跑，你跑，你跑，一个倒，一个倒了。剩一台，剩一台，剩一台。是啊。背过我，我背过我。我这个我打。我帮我留走，我直接走。我卡 bug。我卡 bug， 我卡 bug。你卡 bug 进中了。我来了，萝卜。萝卜。卡住了。萝卜，你脚酸了，我帮你。啊。我死掉了，兄弟！哇，萝卜！哇，一个直接拜拜嘞，直接送上。萝卜，你飞上天了！哇，加到底就对了，没有在减速的。飙车，飙起来！可以，可以！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小草月。如果你是喜欢收看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呢，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，从8月4号开始，每个礼拜三六的晚上8点，我都会在 NOLO LIFE 进行直播。那8月4号当天呢，我还会和赛评 A 老师一起举办一个比赛抽奖活动。那参加活动的观众朋友们呢，可以拿到游戏点数，详细情况可以看一下在下方置顶留言的粉丝专业讯息。那这边来简单教大家一下如何下载 NOLO LIFE 的平台并追随我的频道，以 iOS 系统做示范，那安卓手机一样可以在 Google Play 查询 NOLO LIFE 就可以找到。那打开 APP 之后呢，在左上角的放大键搜寻81019 51，这个是我的 ID， 那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，或者是直接搜寻小草也可以，那点击右上角的追随就完成了。再来要教大家如何打开直播通知，首先先回到主页面，点击右下角的人物之后呢，按下设定之后有一个开播通知，给它点下去之后把它打开，就完成了打开直播的通知。那么观众朋友们，从8月4号的每个礼拜三礼拜六晚上8点到11点，我们就在 NOLO 平台相约见面咯，之后也会在实况上有更多的观众场以及活动去让大家参与，记得持续追踪我的 IG 以及我的粉丝专页。那么我们就在8月4号的晚上8点见，拜拜。